你老板呢？哪位啊？这人专家胡真。嗯。嗯。我就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胡真。哦，原来就是你啊。既然是关系到餐厅的生死存亡，那我就出马吧。没水的呢？谁叫你整得漂亮的？找茬！肌肉僵化症。叔叔，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？还踢球？干嘛？打篮球啊？打篮球啊？什么上流社会，是你自以为是的学生认为事实无聊跟误会啊。握个手啊。好，来。我胖过啊，体验到什么了？我不觉得我也学到什么。如果是这样的，怎么样，陆不行，你打我啊，打我啊，你打呀、啊，你用力用力用力打我啊。老板，不是你叫我们人的吧？要报仇！你说话怪怪的，是不是有神经病？没错，他是神经病啊。